三重区一七八线大路边，这个大树啊，靠有过来人将车顶所来采收的这个环保，依照着大小进行着分级，随后就搬箱开着车要来收。而且看起来相当普通的环保，是最近几冬来三重区真侪人种的八孔鱼的准备环保。八零二糯玉米哈，它是呢结合白糯米、甜玉米还有水果玉米啊，它是目前呢消费者最喜欢的一支玉米，它可以呢烤。烤哈也可以，煮火锅，还有可以煮熟来吃，而且它又可以，变成说煮玉米浓汤都可以。哎，那么它最基本的就是它就是香 Q 甜啊。农民表示讲，糯玉米比着准备贩卖搁较 Q， 同时口感搁较黏，市场上相当受到欢迎。烧来吃，也是煮火锅、煮浓汤，拢是会使一年四季来当来种植，过来种一冬会当收成着四季。那产量哦，如果说一分地的话，正常来讲都有四十几包，一包的话五十台斤，正常啦。如果说受天气的关系的话，它都差不多在35包左右。全年都可以种，对，啊看怎么照顾。伊一般路边卖的贩卖，咱个现场来撒，现场来卖。不过林地方的大头，因为本身有四区，分别是两三分地来种着糯玉米。一到采收期，除了是应付搬箱交货之外，佫爱有这网络订单嘛，爱来出货，所以讲根本都无时间撒着贩卖来卖。所以恁家是咱卖迄个贵咯，啊，佮有迄个粉啊来迄个收。嘿，啊老顾客。哦，我有上 FB 啊，我是山上人的 FB 啊，哦，受教，所以大家一看到都会订啊。如果糯玉米相当好种，真侪人食好，搁在滋味。所以尽管只是伫路边卖着青番麦，但是同款有真侪路过民众停车落来买着青番麦，倒起来撒。南天新闻台以上三乡采访报道。